谢谢。好，在两位走走走完我们。OK， 好，在这里。其实我虽然我们两个是双胞胎，只差一分钟，那其实我的性格会比较叛逆一点，妹妹比较就是女人一点，对，所以我就是双胞胎里面的龙凤胎的男的。这是个什么情况？好，哎，要不我们俩问一下吧，嗯。中间，还有中间，中间我们的官方的摄影老师一直在向您招手。寒假就是更多时间在工作，然后也花一点时间在音乐的创作上，然后也是好好工作。不一样的精彩。哎，说到穿秋裤，可能就是因为没做好保暖工作，没感冒，所以大家一定要穿秋裤，就是不要学我，因为我已经是中了招了。希望大家2021年是年大吉利，然后天天开心，身体健康。所以嘉尔是手就全程不准备放开。OK。好，很多的媒体老师开。大家，我们是年糕，因为新年。哦，年在一起。所以2020年有什么新的工作计划，能够跟我们分享？希望2020年，微博还有绿洲给我们多一点资源。然后那个嘉尔的新专辑马上就要发行了，希望就是相关部门多给一些支持。然后井榜哥所有的作品，希望大家给最多的支持。Yeah. 好，谢谢两位，希望今天两位能够玩得开心，谢谢。好，在两位走走走完我们。好的。回顾自己的2019的话，会是哪三个词或者哪三句话？歌手，然后还有王牌。